我第一次听你们歌实在太感动了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。会更深沉一些吗？他就感觉更有内容吗？如果是在你讲完话之后再投票，我不会投票给你。我讲两句话，也实现了目的万分之一。我不大喜欢这首歌的情绪，感觉像小海浪扑过来，而不是那种巨浪的感觉。我们是玩乐队的，我们需要考虑到旋律是感性的东西，但是说唱不需要。很多说唱音乐他们说了半天，就听完以后就感觉什么都没有，就听人唠叨了一堆。如果你来一个比赛都不是为了冠军而来的，那你首秀完就回家吧。那我们接下来有请威尔登台揭晓最后的结果。啊，怎么可能，明明大家叫那么久，真的就拉胯了。就是现在好多国内的乐队，就是有时候把那牛吹得特别响，我甘拜下风。然后其实我想说，哇，这太凶了！你让观众带着脑子听歌，没这样说哈。你只能控制你自己喜欢或者不喜欢，不要得罪观众吗？我现在就是要跟你扯这个，您能听我说完吗？我现在有点火爆了，随便。